市长今天其实很一大亮点，就是李国会已经也会来，因为跟他来主持台湾。等一下看看情况，看有没有机会。那你觉得你太太看到李国庆这样的姿态，跟还是看到跟这个李国会的姿态，你觉得他哪一个比较生气？他都不会生气。那所以你是想要跟他们姿态，跟李国会？没有问题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是宣粉。好，还有需求的媒体朋友吗？等一下，是。都不会生气，我是宣粉。市长今天其实还有一大亮点，就是国会已经也会来，因为跟他来董事台嘛。等一下看看情况，看有没有机会。那你觉得你太太看到李国庆这样的姿态，跟还是看到跟这个李国会的姿态，你觉得他哪一个会比较生气？他都不会生气。那所以你是想要跟他们姿态，跟李国会？没有问题啊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是宣粉。小当家要有戏哦。还有媒体朋友捕捉画面的吗？都会可能帮我们 fast forward a little bit.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Sorry. Okay, two, one. 好，我们左方左下角这一部分帮我们留意一下，我看一下左右哦，右下角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还有需求的媒体朋友吗？等一下，是。OK， 这个自己家的环节，好，没有问题哦。自己家的环节，好，好，哦，好，太开心了，哈。家姐都要带小孩，家姐都要带。第一次市长把我的麦克风工作抢走，我们要前方的摄影镜头一样，我们比个爱心，可爱的爱心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左边看一下 ，the left side。好，我们下方的平面帮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回到中间的 front camera， 右边，我们右边来看一下，以及右下角的部分，然后照顾一下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。好，还有媒体朋友需要拍摄的需求的吗？都 OK 吗？好，现在要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要麻烦媒体朋友可以往我们的大楼二楼来移动，不好意思，要麻烦大家，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。